两天死了三个弟兄，只剩下五个了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咱们反了吧！怎么反？联合杆的，加上老周，三支队伍，里应外合，40个鬼子，还不够塞牙缝的。时机不对。哎，对，弟兄们现在只想您要跟梁子去日本，士气很低落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用几天动手。谁他娘的说我要去日本了？啊？ 陆朱一群兄弟不容易啊！除了咱们自己人，没人知道是谁干的，绝对没有。您只要说是吉田拿找武器的事情，对兄弟们下手，绝对一呼百应。麦队，我孙朗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子，今日可能死的就是我。 信得过的人马有多少？至少一半多。但是面对日本人，他们有多大的战斗力，我不敢肯定。如果加上你的人，肯定是够了。你把毒气弹交给我，我帮你打这一仗。武器在吉田手里。你不是藏起来了吗？我藏在矿洞里。但是日本人早就勘察过地形，对周边了如指掌。 昨天夜里就搜出来了，他们现在不是要武器，而是要抢武器的人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干掉吉田，你就能拿到武器，我马上一致成为国军，咱们先前的计划立刻就可以实施。那八路呢？周围可全是八路的人，仗没打完，他们是不会对我下手的。 最迟明晚动手，万一小队长扛不住把我咬出来，那一切都完蛋了，也关系着您的安危。那好，仗打完了，小街镇就是你我的天下了。还有你。 麦子，我送送你。走了。这仗一定要打吗？麦子没有说实话。 武器还在他手里，趁这机会把鬼子端掉，不是不可以。先灭鬼子，再说武器的事情。
我去通知葛二蛋。别让葛二蛋掺和。就凭我们一支小分队，你有把握？相信我。我的人已经潜伏进来了，明天下午一点一起动手。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人堵在大院里，抄后路。你们只要正面吸引住敌人的火力10分钟，我们就能打乱他们。到时你留一支预备队，跟我们调遣。好。哎，齐天的武器藏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抓住他，你亲自审吗？让我们以茶代酒，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别胡思了。多的我就不说了。明天中午1点，跟日本人决一死战。你们今天晚上回去，跟信得过的弟兄们通个信。拿不准的，明天中午再通知。哪个要是不愿意，就一枪崩了。明天就是皇协军的弟兄们扬眉吐气的日子。有没有决心？有。就光咱们几个。放心，那个援军。咋了？你闹了？那队从来不会打没把握的仗，怕个啥？行，他娘的，拼了！过来听我布置。麦队长。少佐和梁子小姐，请您去喝茶。现在？现在。请。你这么忙，还找你来，很过意不去。我还是担心你和梁子的事儿啊。お兄ちゃん。麦子が私に優しいよ。涼子、先に帰ってちょっと麦子と話し合おう。はい。失礼します。我这么啰嗦，请原谅。但我只有一个妹妹。这个我明白。关于战局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还能坚持多久。到时候我想带你一起走，这也是梁子的心愿。少佐，娶了梁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要好好对待梁子，对梁子要忠诚，对一家人忠诚，对大日本帝国更要忠诚。像今天的事儿，不能再发生了。还有15个小时，你的人就会打进来。
你真要我死吗？孙朗说你的确没有集武器，我很奇怪，即使不是你干的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调查这件事情，反而对我们大开杀戒？少佐，出事之后你一个字也没有提过，我感觉你已经不再信任我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再主动参与调查。至于背叛皇军，我是被逼的。现在外面有十几顶机关枪正对着黄学金人房，你要不要去看个热闹？请看在娘子的份上，放过我。我没打算杀你，但其他背叛我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不过，我不想在小街镇上大开杀戒，咱们换个地方，换到城外七里沟。明天三点，今天你就住在这儿，改时间的事儿由孙朗替你传达。如果你有一点异动，每个角落都有机枪对着你。计划变了，鬼子明天出城，咱们在七里沟设伏打围。援军呢？已经通知了，放心吧。刚才你哥哥说要我跟你们一块回日本，你不开心吗？开心，不过请你原谅我，我这一去恐怕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他们母子两个。不知道你哥哥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刚才写了一封信，想托朋友寻找他的下落，照顾好他们后半辈子。应该的。可惜你哥哥现在已经不允许我再接触任何中国人了。我可以帮你送。真的？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你把这个，苏总，庚子节十七号。快去快回，别让你哥哥发现。
正像您说的，我没提麦子前五去的事，他自己没认。他当然不能认了，他一认，吉田说什么也要杀了他，武器也就会落在吉田手里。吉田有什么安排吗？明天，七里宫，到时候麦子把弟兄带进包围圈，吉田就一网打尽。那你就是吉田最大的功臣了。此役过后，他一定重用你当队长。你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替我找到武器，然后扩充队，招兵买马，日本人一滚蛋，你就是国军中校团长。这可是金饭碗，你可要端稳了。谢谢长官赞美，周大哥。真的，真的要弟兄们去送死吗？就算是烈士吧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苗子吗？麦子托我把这封信交给你，希望你能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孩子，拜托了。去庚子街十七号。你现在就把这封信送到塔湾村狗儿蛋手里，一分钟都不能耽搁。可是。我不知道塔湾村在哪里。你是吉田的妹妹，你一定有办法。如果晚了，麦子就得死。梁子小姐，我知道，但是很远。你有车吗？オートバイがある。あ、連れてくれてもいい？今か。はい、すぐ。少佐の命令か？はい。これは兄ちゃんに言われたのです。重要な情報を送るために、私が死んだ後話せるからって。ついてこい。这么肥，哎，怎么吃啊？我姐说了，红烧。你姐天天给葛华丹做好吃的。谁说的？还有我的份儿呢。哎，你姐什么时候嫁给葛华丹？我问过她，我一问她就打我。那就是愿意。那要是不愿意呢？那就踹你呗。去你！桃湾村吗？我找葛二蛋。你谁呀？我是梁子。鬼子，女鬼子。鬼子，鬼。我认识你，你来干啥？我给葛二蛋送信，是很重要的信。姐。喊啥喊啊？来了个女鬼子，
你好，我叫梁子。让他在这儿等着。醒醒，别睡了，那个叫梁子的来找你。明天，鬼子在七里沟设下圈套，伏击黄邪军。麦子有生命危险，请你援手前后夹击，我们的人也会在那里协助，这是将鬼子一网打尽的绝佳时机，十万火急，切切。苗子，爹，这是在咱家，不用鬼子围绕着。你让女鬼子听见，听得懂吗？我先送你回去。哎，您先在这儿等着。生命危险吗？不会。那我哥哥呢？走。我哥哥会有生命危险吗？请你不要杀他。不会，谢谢你来送信啊。你谢谢。咱一共能动员起来多少人？19个，加上儿童团。儿童团，赶快上别的村口搬人去，最好是受过训练的啊，有武器的，最好打过仗的，啊，弄多快有多快，快！锅盖，你去后一村。德茂，你去宁陵庙村，赶紧去。剩下的人回去做准备。好。三儿，啊，跟俺去马家庄。好，走。你身上还有伤呢，行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多长时间了？是我，心已经松到了，请放心。谢谢。麦队，你够狠的，看我身后。麦队，孙老都跟你说了，3点，七里沟。到时候我会跟吉田在一起，打的时候小心点。放心吧，麦队。你还跟着我？我今天会一直跟着你的。
老张来了吗？狂个球，老子眼睛都冒酸了。しかし、はい。攻撃始めろ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砲撃用意。告诉你们，我们另外一支小分队正在伏击你搬来的旧兵。是你搬来的吧？一天失算了。
他没想到葛二蛋带来这么多的人马，而且素质还都不错。你真的打算袖手旁观吗？我带大伙来，本来就没打算开枪，我只是以备万一。你违抗我的命令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会让你更失望的。苗子，老周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全村人报仇。景国君，我受训就是为了今天。你可以给我洗脑，但是你洗不净我脑子里全村人的血。我数三下：一、二。不要冲动。住嘴！听我命令。不要冲动。早知道有今天，我早这么干了。我答应你，准备开炮。
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啊。坦荡时光像男儿的胸膛，有无穷的力量，如此的坚强。歇会儿，你娘的，累死我了！快点，拉不住了！哎我操，这山爬的，撑不住了。啊！不摔死也砸死！冬眼了，哎呀，我送他回日本老家了。